是不是太想我了？一大早就跑来找我。才是。不要闹了，我是真的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情？你说。你最近这么忙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？就些例行公事啊。你少骗我，你知道我在问什么？你忙的事情是不是跟恩熙有关？正南，我怕的是。因为恩熙有什么危险，你才不肯告诉我。不要担心，只要我在，恩熙不会有事情的。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。找人？凡人吗？嗯。你记得之前咖啡馆附近的小花吗？哦。他的主人失踪了，我之前有找过城隍帮忙，但是城隍说他的阳寿未尽，应该还没死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。等一下，你是说你已经先找城隍帮忙了？对啊，我想说你太忙了，我就不想打扰你。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？一定要背弃我的约定？家中有难，我确实是迫不得已的。况且，这正是你求取功名的紧要时刻，我怕我会耽误了你的前程。你怎么啦？我以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应该第一时间找我才对。哎呦，我也很想找你呀。可是我不想妨碍你的正事。你的事都是正事。在我心里，你比谁都重要。